因为接下来的这段话我只想说给你听。一段时间以前我看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是恭喜那些甜妹终于活成了女王。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我唯一有一点不认同就是女王这个称呼，因为我觉得一个坚韧的灵魂不需要一个符号化这么强的头衔来作为嘉奖。如果真的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你，比起女王我更喜欢清风。她强任她强，清风拂山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郑涵予的经历，十五六岁的她站在舞台上只是想唱歌，但是这个世界给了她莫名其妙的很多恶意，这些恶意强到她差点没有机会再站在舞台上，差点就被人海淹没了。是他通过自己去配音去演戏，用实力让大家一点点看到了他。今天有很多的人去质疑你的唱功，去质疑你的很多，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为自己争取到了重新拿着话筒去唱歌的机会，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十五六岁的那股清风越过了重重的山岗，吹到今天你也还是最好的年纪，这就是上天对勇敢的女孩最好的奖励。说得太棒了，谢谢方琦。哇，太好了，哇，言之有物啊，我的天，这是女生之间的那种温暖，因为她感同身受啊。因为平时真的每天都在听她说话，然后站在这儿，然后看她熟悉的远远的她的声音，然后是对我说的，所以突然很感动，谢谢。因为我们接受不好的声音，但是我们没想到好听的声音是这么动人。音乐对抖音。